孔雀蛤在炭火上烤，让人看了食指大动。再翻一下鲜甜红虾，北美虾身更让人口水快流下来。中秋烤肉可少不了海鲜，虾、生蚝啊都会，蛤蟆之类的。对，觉得最近好像比较贵。有，尤其是蛤蟆，蛤蟆最近涨价涨得蛮凶的。婆婆妈妈们一早上市场大采购，但天气热，需求量大，产量减少，海鲜类售价平均上涨10%，文蛤供货量更是暴增10倍，以往一斤120元，小幅调涨到一斤150元。相遇远因为供货量有变化，价格浮动也大，贵差不多30-40块吧。有的人不买就不买了，那比较贵啊。摊贩前几乎没人潮，老板有些无奈，转到另一摊，活虾一样，询问度好低。买气怎么样？比较差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本涨就很贵吧，本来这几年经济就比较不好啊。活虾在市场价格居高不下，尽管碰上中秋节，价格没有太大变动，大约都在1斤300元左右，买气却较往年低了许多。反正难得嘛，就是一年一次，小孩子喜欢就好。中秋烤肉烤的是气氛，涨一成还在可接受范围，就算贵一点点，精打细算的婆婆妈妈们还是肯掏钱。三立新闻谢俊仲、刘志军台报道。